作用力反作用力，你今天现实，反作用在你身上也是现实。没想过这个问题哈，今天想到了，所以啊，你修行不能太现实，傻傻的，不是说没脑袋哦，不是说没目标哦，傻傻就是有点憨厚了，对那边斤斤计较，好像说老师，我今天发了200本书哦，有什么好处说？这叫做斤斤计较。你如果来问我，我告诉你没有任何好处，为什么？因为那200本书你发的是在修炼你的心，你的心都还没修炼成，所以没有好处。如果你来问我，我就会这样回答。对，最好别来问我，你最好别来烦我。每天都是这个 WeChat 或者什么什么乱一大堆噼里啪啦、啰里吧嗦的一大堆奇奇怪怪的问题，你想清楚搞明白，你这次问题怎么会来问我呢？是不是？你现在的境就是你修行的成绩单，这样听得懂吗？所以下次别再现实了。哎，我今天度了两个人，导师，我的这什么什么愿望会实现吗？你问我，你怎么不说你后面你以前还欠了100个人的债，你才度两个人，那还98个人的债呢，还没有啊？你问我会不会有好事？我很难回答你，为什么？我说没有，会失去，你会让你刹那间。心凉了一半，因为你不明理的情况下，是不是？我说会有，我又没违背我良心，因为我一看你欠了100个人，你才还2个人，还有98个，怎么回答你嘛？是不是？所以为什么要你天天上课？就是这样子，很多事情是在你上课中通论，大家都听得到，对不对？你必须了解，要了解，就这么回事。所以有的时候，哎，这种。简单的观念你就别问了吧，问的很尴尬，你知道吗？怎么跟你说嘛，是不是？好，他说呢，首先，弟子发现自己在学习《弟子规》上不到位，好，就这一句单纯话，你问你自己啊，你为什么不到位？学《弟子规》还有什么到位不到位的？只是看你要还是不要嘛，愿意还不愿意，就这么简单了，是不是？最近听了导师前几周的共修课讲的。才开始调整，坐下来拿笔记本，把每一条没有做到的记录下来啊，这就是重点。我为什么那么鸡婆都跟你说？你看《弟子规》的时候啊，要拿本笔记本，太乙老师说的没有做到，记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呢有自我感觉良好的诟病，你不记下来，你不知道你可怕程度在哪里。你记下来，至少有一个凭据，你知道。可怕指数已经要赶快整理一下了，修炼一下，进步一下了，不然都是感觉啊。蔡徐老师在前面讲，那是不是你呢？那最后到底有多少犯的规呢？有，我都在改。你不知道这不改，下面没命了。你怎么不知道这么严重呢？你很哼没有用啊！你哼半天干什么？是不是？这就是现在的通病。他不愿意，就是我上讲的，有很多国内来的朋友，在洛杉矶也好，拉斯维加斯也好，在别的州也好，在美国，你要看超级生命养的这书，他说他看不懂。你说看哦，这个是繁体。好，我简体，我们导本简体给你看看啊，这个看还是看不懂，